也有几个明仔载会当继续乎你我的爱。加载一路行过来，嘛有甜蜜，嘛有感慨。三个这鞋啊，会使？会啊，做运动的啊。不过蓝山今天敢那伤漂亮哦。没啦，你莫烦恼啦，啊你放轻松，敢那平常时练跳舞安尼对。你敢在搞笑呢啊？我哪有啦，那真正足好看的啊。那肌肉令啊，火旺叔跟巧芳阿姨呢，跟我们周华都袂好啊。唔知呢。拍戏，拍戏。早起啊，阮乔我毋知是安怎，家己去环境买变数啊，到即摆也毋出来啦。我伊离家几好嘛，我会插我咧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水某呀，大家拢来看你啊，你嘛紧出来。我无想要参加比赛啊。乔芳阿姨。有啥物问题，咱会当做伙讨论参详。你先出来好无？我就想着讲，小弟我若去比赛，其他人拢比我比较水，啊嘛练比我比较久，我凡是含一首曲嘛跳无完，还过红唱。我到底是咧想啥？细汉的时阵哦，我是真好跳舞，啊，不过我现在拢已经几岁啊？比赛一定有压力啊，啊，不过就是因为你跳舞的时阵这么欢喜，让大家拢爱跳舞啊。因为你的青春梦，让大家拢重返青春啊。阮对着你的愿望一直来到这，只嘛剩最后一步啊！敢讲你想要放弃？我知影真济啦，所以我要考劝你一句话：有愿望哦，若无去完成哦，将来啊，你会后悔。来来来，我来我来。小芳啊，你开门啦！啊，袂晓跳舞是阁安怎啦？啊，你练舞的时阵啊，姿势遐歹，我嘛拢看过啊。你拢几岁的人啊啦？哪阁遮尼老计较？无人会管你输赢啦！你唔通袂记的，你的跳舞衫是我甲你拣的呢。你拣出来啦，小芳，有听到无？歹势啦，
我对不起恁大家。啊，无叫梅君代替我参加比赛。讲你含慢，你搁真正才含慢哦！你老都无爱选哦，我来要甲你。乔芳阿姨，你敢会记你细汉时阵，迄、那个最爱跳舞，却因为厝内关系无法度继续跳的迄个查某囡仔？我会记，荣安有甲我讲过，你一定嘛会记。各位各位，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。小可有紧张，是哦，袂安怎哈？小芳，行，
今天可能够去拍片呢。给奶奶，我去啊，我去。叔啊，你呀、啊，唔当安尼讲啊，你跳了真好。小芳阿姨，你真正跳了真好，今麦你是我的偶像哦。对啊，你们实在太令人感动了。多谢你啦、啊。我哪呢？啊，我哪呢？哎，阿伟，谁哪啦？不，你也去考？我是王爷，嘛，伊干啦，不赖啦。阿伟，听你话嘛。水母，你真勇敢，真敖，真赞，我中国民族诶。更巧了啦，不是啦，你实在是哦，你关心一个梦哦，啊，多谢你，我还是生，我生在梦里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姑娘。我输啊！好，今仔我先来亚玲，行。行。胖子，快点，哎，快点。啊，今日才好啊！我输拳，可会当互你先亚玲呢？点点。跳舞无感觉，我即马练安尼，我就算个呜，哎呀啊！是吧？这几个月吼，你有影辛苦啦。人是讲哦，我去看恁咧咧练习跳舞啊，我都唔知影讲跳舞是遮尼辛苦的代志咧。是无？你跳舞哦，予我真大的感动。嗯，我吼、哦，嘛不管别人安怎讲啦，我一定要克服任何的困难来完成我研发计划，好唔好？是无？总啊，啊，来，哎，哦，我看到这，像你这起什么？我看到阮某啊，完成伊的青春梦。我嘛要来拜托你替我完成迄个银花计划。你确实，确实个。你会当帮忙阮水母完成伊个青春梦，你嘛会当帮忙我完成我这个银花计划，和我完成迄场拍无完的棒球比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准备好了呢，你看。好啦好啦，你莫激动啦。我其实咱正经开始啊。啊，不过唔知哪就卡掉呀。哎，我嘛有去找你讲的迄个郑君强。啊，讲对了哈，伊一定啊来，这场比赛伊一定啊来。问题是，伊讲伊无熟悉你呢。啊，是讲同名同姓，还是讲中间有什么误会？哪有可能啦？要哪有什么误会？叫伊来跟我讲，你个代志诶。啊，你莫去激动啊啦。
这件代志交我哈，我来帮你处理。好好好。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我随时跟你联络。哦，咱这少年人哦，讲话算话哈，讲会到就做会到哈，懂吗？拜托你啊，不能不。那个是一张在拍对线的支票啊。我想请教你吼，咱银发计划吼，敢有法要我接点？你爸爸是务农的呢，竟然叫我跳国标啦，这么快拍棒球啦，敢无较轻松的给我做？爸，你莫紧张啦，咱不是只咧讲棒球啊，咱敢是一支吼，今仔日对棒球兴趣的老人社区队伍啦，阮妈妈接近证婚前，好，甲伊对我用一个误会，到时阵啊。咱的樱花计划得先实现了嘞！我讲你讲的遮简单啦，哎，啊，人是国家教练嘞，佫是职业的，干嘛要插咱？这就是为什么要请你出来的原因吗？爸，我听讲吼，郑坤强伊对老人啦、对囡仔的棒球队，拢真热心嘞，伊拢会免费养教。嗯，啊，社区棒球队遐多，伊干嘛要教咱？啊，你话阿三无？快讲讲安尼，林头林看到伊吼，拢想要教。郑坤祥看到伊讲到安尼吼，绝对支持同情心。李总啊，李总啊，李总啊，马正博，怎么了？李总，我是来练棒球的，我不是来练习捡棒球的，我怎么敢捡不到他呢？要是一条狗张开嘴巴，他今天都比我好啊！不不不不，那个，我可不可以放弃？不给不给，马正博。你的角色非常重要，能不能打动郑坤强就靠你了。哦，哇，坚持一下，啊，坚持。哎，他来了，我还棒球，我还选球啊。Jimmy，教练好，我们是一支由老人社区组成的棒球队，对棒球很感兴趣，可以请你指导我们打棒球吗？怎么样？你愿意当我们教练吗？你的水准就是安尼啊。来哦，金姐，快进来啦！哦，来哦。谢谢。咱即马就请咱的探戈女神巧芳阿姨讲几句话。歹势咧，互你安尼啊，穿到一段才正式哦。我是真歹势，是讲吼，我真正爱多谢大家啦。今仔日吼，若不是讲恁大家陪我跳舞哦，我绝对无可能去参加迄个比赛啦。食到这回，还阁会当参加国标舞比赛，我是真欢喜的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嘛是爱拜托大家哦，唔通讲爱比赛煞吼，啊，去顿饭食煞，啊，大家都无爱跳舞啊。啥物舞吼，咱拢爱跳啦，因为跳舞吼才会快乐啦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英啊，阿公莫讲到安尼啊，好唔好？你嘛应声一下啊。英啊，讲实在吼，跳舞的时阵啊。我看你脚掌头安尼摇着啊，比南山还有力。我的下盘吼会这么灵活有力吼，因为我自囡仔时阵我都学舞啊，我是学这落舞哦。哦，放球这落舞呢，啊，像你要学舞讲哦，啊，找我报名。我要报名。好，你看看，才夸你两句就没得上了。要讲开课的话呀，那应该先轮到我了。哎，你们谁要跳国标舞的？我来教。我想学。我甲你讲啦，芭蕾舞吼，才是上优雅舞蹈啦。当我上台后吼，我就开始教。
即马就已经开始报名啦。啊，不过我未想过头前哦，若想过饭桶的人，我是袂教。啊，我要练吼芭蕾舞，啊，我嘛要练武功。嘿，表好，咱这回来啦，还足好耍的呢。好啊，哦，即阵看恁大家跳的遐欢喜哦，我也想要学呢。哎，我是较侪岁，啊，不过我脚手足敏捷呢。小庆啊，你也来学好不好？哇！袂用的啦，我袂用的啦。哎呦，谁啊袂用的？小庆阿姨，敢若像你甲曹晃煞无参加尔呢？敢讲做点心这个工课要换你来做？啊，唔是啦，啊都，我唔是袂参加啦。啊吼，啊嘛唔是讲吼，无想要参加啦。啊都吼，啊，调的。你讲啦！阮要离开啦！啊？离开倒位？阮要搬离开这个所在啦！啊？等到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。阮要搬离开这个所在啦。啊？小庆阿姨啊，啊，你若搬离开社区，要去倒位？阿德吼，阮后生要接阮去台中住啦。啊，之前恁大家拢咧无闲咧跳舞的代志啊，啊，所以吼，嘛无迄个机会好讲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唔是吼，超工要讲出来吼，啊。怕歹恁这个气氛嘞哈，啊，这讲起来嘛是算一桩好事啦，啊，我嘛想遮久啊，啊是讲哦，恁大家嘛爱替我欢喜啦吼，啊，拄好这个机会，恁嘛算甲我庆祝啊吼，来，干杯，干杯啊！不要紧啦，咱大家一直拢会伫咧社区。以后苏青阿姨跟曹晃叔有闲的时阵，嘛会当常常转来看阮啊。无滴卡，到时阵咱社区的康乐活动也会办得更有声有色了。无一定，梅君阿姨嘛想要参加跳舞比赛，对唔对，梅君阿姨？我之前哦，拢找无适合机会，甲大家讲啊。啊，既然苏青甲曹晃先讲啊，那呢，我就在伫遮哦，甲大家讲一声。我考掉驾照啊啦。哦。所以我准备要去东部做志工啊。妹子，我都陪你聊天来了。凯琳姐不在啦？啊？你的妹子不在。怎么是你？那凯琳呢？她这年请假，我来代班，好几天嘞。好吧，来杯咖啡。好，好，等一下。来，蓝山伯，你的咖啡。来，小心烫哦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什么味儿嘛，没有凯琳泡的咖啡。我已经失去了对这家咖啡馆的意义了。太准了。用妹，
要点咖啡无？免啦。哦，好。凯琳无伫个哦。无呢，阿姨这几工拢请假，我来代班啦，几号工啊？哦，我是来讲看迄落我种迄落植物，看种了安怎啦。哦。哎呦，头伤大啦！啊，凯琳讲我当时要转来。我嘛唔知诶，阿姨最近甲我讲电话的时阵吼，听起来就无闲诶，啊，讲无两句就挂掉，嘛无讲当时会转来。安尼我提转去照顾好啊啦。好啊。嗨。你来干嘛？没事，就不能来咖啡厅吗？那你要待在这里的话，我就要先走了。哎，你怎么啦？你这两天对我怪怪的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，还是做了什么惹你生气的事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还是像之前那样子，就是个普通朋友，社区的邻居，不要单独相处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凯莉姐晚上要回来，咖啡厅给你顾。啊，住这阵仔的中间哦，这物件吼煞无加较济啦，啊煞电脑少啊，少到真正剩两三骹手啊吼，拢跌下落去。啊，咱囝哦，搁要来接咱去机场的，想袂到有这天啦。啊，想当初啊。咱阁是哦，叫迄个搬厝公司吼来甲咱斗用。咱迄阵啊，搁咧惊爱讲哦，啊囡仔毋得要挃咱无。虽然哦，咱住遮无偌久啊，也毋过经过足侪代志，嘛算有感情了。即马我哪会毋甘了？条个啊，啊你即马是安怎啦？啊你都答应我呢哈？啊！什么你唔甘啥啦哈？莫阁留恋啊啦！啊，踮啊留恋东留恋西，吼，搁来唔甘东唔甘西，啊，到尾啊的时阵吼，啊，若无吼，啊，若无，你是安怎啦？嘿，拜托你，哎呦，莫阁艰苦啊！我是有听你的话呢，我无去甲谁吼 say goodbye， 也无去甲谁讲吼要坐几点飞机了，我都是惊急。啊，一见面吼，都啊好啊啦，好啦，啊，莫讲唔甘啊啦，啊过两工啊，啊恁后生就会带你去住个足大间个厝了，爱欢喜唔则对，好啦好啦。啊，
虽然也有伤悲，也会不甘。我永远爱你，永远无遗憾。讲到这个人哦，真正足无良心的啦，啊，无血无目屎啦。啊，咱想讲哦，啊，都无爱麻烦伊，啊，就是讲安尼较低调淡薄啊。啊，结果你甲看。连一个哦、喔，来甲咱相送都无啦！你甲看，哎呦，你嘛别安尼。啊，社区的人也毋知影咱今日要走啊，啊，大家足无用的，可能哦、喔，拢无伫社区内底啦。哎，别讲。哎、欸，这是啥？哎，条的啊！啊，这都你的背包啊！啊，唔好你刚才我看到，啊，那无唔就袂过早。送给淑清曹晃的礼物。等到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。我永远爱你，永远无遗憾。送给淑清曹晃的礼物。淑清阿姨，曹晃叔，虽然恁做低调诶，啊，不过上次甲凡凡也是听到恁要做今仔日的飞轮机要离开，我知影你无想要面对大家离开的场面，所以我请大家闭起来，麦同民讲再见，因为咱一定会当再见。漸漸我本来无想要落的啦，啊你走就走啊，一路顺风就好啊。对啦，你媳妇吼，哪敢来欺负哦？你免惊啦，还佫有我弟的哦。我咧想啦，你这个人吼，嘴遮俏，佫遮尔敖紧食，其他迄边吼口味吼，你一定食袂合啦。我替你传泡面啦，顺你嘛无啊啦。你的香啊，今天有泡面咧。曹晃哦，啊我温室哦，一万多老鼠要买给你，啊欢迎你随时转来找我开讲。啊我买一套伊都雕刻功夫给你，啊嘛唔知你讲你会适合无？啊去啊哦，再继续雕啊，难怪伊会记你哦，好好办事，啊。有空常回来哦。好啦，换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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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路顺风，哇！常常写信啊，或者打电话也可以啊，不要没消没息的啊。啊！好啊啦，还我啦！讲遐多，哎，小龙，我要讲啥？啊，看你啊，看你要讲啥？来来来来，安尼好吼，好来，听啊，你就心气较高涨的哈。啊，有闲就较常来看我呢吼，我也不敢比哦。你若无要倒来看我哦，我就拢会飞去看你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你我你。一路平安啊！啊，加油！淑清，啊，曹晃，我也足想恁的吼。我也想恁啦。有医疗的问题，我会当打电话来问我哦。我是医生，是你的专属医生。好，拜拜。之前拢是我咧去别人，会紧张咧。啊，不过不管安怎啦，祝福你，一路顺风，啊，保重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傲规矩啦？我歹比你这快走啦，我要来听上。老啊，啊你莫安尼啦，老啦。恁都要好好保重呢。咱一定会去见面的啦，一定会去见面的啦。吼，小心啦吼，啊，家己较注意的啦，哈。嘿啦，嘿啦，啊，都袂怪事啊，都搁转来啦，哈。对啊，多谢恁啦，多谢。
啊，你后摆吼，嘴都唔通遐来啦。啊，你嘛同款啊。知啦，知啦。啊，放心啦，一定阁找有一个啦。永波。小兰哥，咖啡店好像出事了。尚姐，是凯琳咖啡厅啊。对，我刚才夜跑的时候经过咖啡店，听到里面有玻璃碎掉，还有砸东西的声音。凯琳呢？里面没有开灯，我也没有进去。但我是回来晚上。好，哎，张秀玲啊，哦，快点进去啊。你们看这个，到底什么人叫你恶警哈？那是我知，想要吹剩下。唔免啦，你来帮我倒收，我已经足感动啊。其他的代志我家己处理就好啊。虽然收银机也被破坏了，但是有经验的小偷也知道里面不会放很多钱啊。我觉得这不是单纯的窃盗，倒比较像是寻仇或是警告。凯琳姐啊，你最近是不是有得罪谁，还是惹上什么麻烦？范范。多谢你这段时间帮我代班。从今天开始，咖啡店停止营业。啊！你们没事都不要再来了，然后电话也不要接。如果有人说要找我的话，就说你们不认识我。你这样讲，我们会很担心哎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有啊。永伯，因去报警啊！你爹妈袂用的，千万袂用报警。你紧敲电话，紧的，叫伊莫报警。即马就敲，即马就敲。哦，但是即马就敲，紧的。好好好。喂，荣安，报警的代志，稍等下。袂用的报警啊！啊，我才甲你讲啦。心月，我拜托你，这件代志到这为止，好不？拜托的。你知影是什么人做的，对不？太衰啦！因为我的私人恩怨，给社区带来麻烦，我会赶紧把咖啡店拍出去。哎。阿姨到底是什么人？跟你有什么冤仇啊？啊，我想你要安怎做？是不是云豪因爸爸？
等到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。是不是云豪英爸爸？这是我家务事，真歹跟伊说，歹势啊。那云豪他知道吗？要不要叫他回来？哦，不要不要，他现在在准备重要的考试，不要让他分心。你这样一个人太危险了啦。喂，我有在想办法啦，我有在听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就过，你千万不要过来。我去处理事情，你别来，拜托的。我拜托你别来。啊，费用啊，甲坤强因两个根本就穿同咱裤大汉的嘛，一个是刀手，啊，一个是对啦，第四棒啦。哦，两个配合了真好呢，确实赞，真正是麻子的。费用啊，当然我嘛会记住，伊是阮队。哦，唔对，落水鸡依然吼上厉害的劈只。什么话啦？你讲较大声一个啦！好啦，对，你对迄个辉煌甲地坤强印象啦？哦，我食饱啦。实在真可惜，辉煌个无继续阁拍球，若无伊吼，一定会用甲地坤强吼同款拍国家队。当时哦，伫要总决赛的进程一暝啊，教练哦，就甲这个李坤强、甲黑王啊叫去讲话啦。结果啊，后来李坤强家己一个倒来，你知影为虾米吗？因为哦，哎呀，早两点钟一趟大炮，即马就要追啊。好啦好啦，歹势哦，我上一个驾驶，等下就倒来。啊，我是感觉吼。当时若无好先去项代志哦，嘛会变成讲即马黑王啊、甲坤强哦，大家煞无讲话呢。你袂爱吹啊啦！好啦好啦好啦。心月。凯琳姐，你倒来啊！你那边发生什么代志？这几天你去倒位啊？大家拢在烦恼的。心月，你敢袂当先把咖啡店买落来？袂乎你，袂乎什么人，袂乎社区拢会使。来来来来来，先坐。先莫着急讨论咖啡店的代志，你先跟我讲，你的伤。是恁翁家你拍的吗？啊，你敢有倒位受伤啊？哈，你敢有去燕山屋报案？我即摆敢若想要赶紧摕着钱，啊我，你会继续拍我，你会搅扰我身边的人啊？好。你甲我讲，伊爱偌济钱？300万，来，伊讲，伊伫大陆做生意，甲足侪人借钱的，乌白两道拢有借，即马债主来讨债啊，这就是上赶紧的一笔，我遮穷遐穷，后拢无够，我本来掠准讲，
这咖啡店袂当保掉的，但是我想袂到我真正。凯琳姐，就算讲这届你把钱给伊，你也无法度确定后摆伊敢会转来威胁你。像这种人，你一定要跟伊划清界限，撇清关系。志明不是歹人啊，伊较早嘛对我真好呢，只是有时阵伊会失去控制。后来伊除了我，连允豪嘛怕，我实在是不应一啦。我真无加载，好加载，我趁伊去大陆的时阵，啊，起来山顶过新的生活，带允豪来。但是我心内其实一直希望伊会当回来，阮一家伙也会当团圆。姐，咱还马上去咖啡厅。你在想什么？今天所有东西都是由你赚的。上香啦！你敢知啊？我一直在等你回头。你别管别人的代志好无？伊是我阿兄，你的话更加伤你。心月，你还好吗？荣安呢？我们吵架了。我知道你心内无好过，你嘛无选你直接陪你家己嘛。如果忘了过程意义是什么，还是一片辽阔梦，就能把我无情的吞没？渐远。喝过什么惆怅，一样坚定方向，选择不遗忘，一双手一张脸都不放下。等到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。